哇，观众非常的热情哦，因为真的演得太好了，非常的精彩哦，一部非常充满大自然风光的音乐作品呢。那在这边呢，我们是不是要特别感谢一下提供这段壮阔影片的飞炫交响乐团？那在这边我要请现场的观众再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这一首作品的作曲家陈太极老师、合唱团指挥张汝慧老师，以及今天音乐会的主办人刘心怡以及苏艺玲老师来到台前接受我们的致意。非常精彩。哎，我们后台有，是不是有，哦，有献花，谢谢，谢谢老师的用心，让我们有这么棒的作品。大家如果觉得好听，掌声不要停哦。非常谢谢作曲家老师以及两位老师为台湾乐团的贡献，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用心。好的，谢谢。好的，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先请太极老师、汝慧老师，回到后台稍作休息呢？